我说我如果不是做立委，我真的呢去外面街上这样去问，到底有几个人能够了解得清楚？正常工作日之后的加班费计算，休息日的加班费计算，空班日的加班费计算，例假日的加班费计算，国定假日的加班费计算，休息日遇到国定假日加班费计算及补休，例假日遇到国定假日加班费计算及补休，空班日遇到国定假日的加班费计算及补休。每天工作八小时，加加班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小时，一个月不得超过46个加班小时。对。但是我们有2周变形工时、4周变形工时、8周变形工时。对。现在要再加上新的面向，还不包括我刚刚讲了责任制跟三例外不在家里面哦。2周变形工时跟8周变形工时还要再加上例假之挪移，对吧？还要再加上3个月可以共用130个小时，每个月不得超过54个小时。会有这个限制。这么乱，你记得住多少？这么乱，你记得住多少？